好，我刚刚错过了 Jeremy 发的第一球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比赛刚开始而已。忘记问这局是打几分了、啊？我问他们一下。当然会啊！哦，刚乐色话讲了一大堆啊！这务必啊，请一定要的。好，没问题，你继续交给我。比赛的重点不就是乐色话吗？哎，是我们要打三局定胜负。我不知道哎，他们这局打几分啊？十五还是二十一？这种比赛可能都还是二十五吧，反正时间没有很长。哎，那这样不是一下就要结束了？等一下吃饭要吃什么？哎呀，这样我就可以吃到饭了啊！所以去杯咖啡啊，买东西顺便吃饭。哦，真的？没有，我随便乱想。这里锁得好。这样你也是很够意思啊，封网站着封而已。是啊，我基本上我打女网不太封女生的。你知道，因为我以前有封过，其实通常也封不太好。我觉得封女生就比较好像没有，我觉得当然就是说不封好像说啊是绅士这样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封也不一定封得好。对啊，封了又没有蓝纸，那就超丢脸，还不如不要。哇塞！太厉害了！偶然头上吃过了，还是给我们比较深入啊，让偶然有机会碰到球。真的。你有没有封网直接把球抓下来？不行，不能抓。这理论上不行啊，他偷偷抓下来也没资料。其实封网跟抓球差不多，像我们打那种说。前排的球门，打够的话，我们都会把球罩住。就你不能摸到他的身体，把他罩住。他一碰到，没碰到就抓牙。哦，这里恭喜你啊！好，身体冷掉了啊！哎呦，我们现在遥遥落后嘛，多少？看不到。他们底分都算在是个手下面。哇，这是什么？防守吗？对啊，其实我觉得两边防守都很好。哦，是哦。只要打一些奇怪的角度或是……对方直接攻击了。哎呀，太难了，角度太差。我后来觉得像那个二楼做成跑道，真的不错的设计。嗯，还蛮喜欢的。台大新体育也是，也是吼。怎么了？啊呀！压久，因为他们那个多半都不会，我不知道他们地板怎么样。因为如果二楼是水泥地的话，那跑起来膝盖通常会不稳。手中，你接下来十九球都要发进哦。哎呀，哎呀，久，我们今天有种兵败如山倒的感觉。对啊，什么是我们兵败如山倒？奇怪，明明对方士气比较低迷。他们今天可是九点还是几点又来练习？然后我们今天是……他们应该就累了吧？大家都上了点年纪了，体力干没完。我觉得好像我们平均年龄比较高了。没嘛，你把我扣掉就好很多了吧？也没有吗？真的吗？我们平均年龄比较高。你再问一下他们主办单位，到底谁年纪比较大？我记得江宁年纪也不小，信娟根本只比我小两三届而已吧？我记得，两三届而已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其实明明不止小你三岁。对啊，他七届。错觉了，我之前一直记得他只小你两三岁，然后看起来比较成熟。哎呀，我比较幼稚。哎呀，被录取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糟糕，完蛋了，可不可以剪掉？重振啊！那完蛋了，晚饭又没得吃。如果没晚饭吃，我们收留你了。谢谢。哇，睡啊，好睡啊！他把人身上好可惜，他上来。那球持球吧，哔哩。好吃哦。如果是十五年前，这球一定持球。没有，如果是我吹裁判，我也会吹持球。因为我真的太吃。是有鉴于友谊赛的目的是要培养友谊，而非专注胜负，我们就算了吧。也是。哦，我第一次来是很妙，他们跟 Davis 打完之后还有办活动，就是两边一起吃饭，就是在附近他们借了一个类似我不知道小的这种协会场地的，哎，对，选手之夜没错，然后互相自我介绍啊，认识一下。那认识完之后呢，就玩团康。后来团康，哎，他怎么玩？后来真的有凑成对，至少已知的好像有，至少一对。Party 跟 Davis。对对对。后来结婚了吗？结婚了没？好像求婚了。
哦，求婚不用没事的话，就是成功了。真的，求婚成功的啦。我说不知道结了，就正式结了。哦。有吗？有成功吗？国外还是不错。我觉得波比配音乐也不错啊，因为感觉性质比较稳，就有差别。你太倔，发芽了啦！发芽，在头上了。我们完全没有在专注在比赛内容，我们就在旁边聊我们的，然后就是啊，没关系嘛，聊天。我想大家也不会介意，大不了就把声音去掉嘛，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是最精华的，就是声音的部分。哦，是哟，在这球也是有点。女生本来他哪有出网啊？他是说云林越网吗？触网，他最好是有触网啊！他最好是有触网啊！没关系，裁判可能是羽球比赛裁判，最好是有啦。现在触网是要白带才算的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通常是吹旧规则，但是也可是他刚刚离蛮远的，哇，离蛮远的，他是球控，搞笑。我想这就激发我们同仇敌忾的心情。好，真的，好了，可以去马上就打了一个粉的，很好啊，超狠啊！没错。看来比赛不能靠裁判来。Yeah. 裁判新政。可是不知道赌注，那就让我们没什么参与感。好球！啊，换球员了。哇塞，帅气，打到了罗旭了。刚跑步的人，我隐约觉得他迟疑了一下，球飞过来，他怎么办？我跳啊！好，11-0的意思了。是11-10还是11-0？我过了，看我们现在领先了。杰森掉太高了啦！Jason 是想跟对方再次机会的， Jason 人就是心地善，还是做实验习惯。哎，同一个结果必须要验证两三次才行。之前这个后排篮网会篮比较夸张，篮球很慢，我们跳起来打进，真的吗？这有点太夸张了。他们球打到网前才有关系。对啊，是没错，可是打攻击有点太夸张。真的是图一个爽快而已啊。好球，平安了，他打。哎呀，糟糕，刚刚打到江宁。点名宣告，我觉得江宁大概是全场防守最好的，应该是吧。啊，可惜了，整个冷掉了。哎呀，掉太短了，太简单了。好球，这里也好球，送得好啊。小李飞球，好球，守得好。哦，输了，拼了。小李再来，哎呀，不送小李，奥赛要来了。没错，这种时候只能送最强的。我们是9还是1啊？我想我们是9。啊，虽然我们是9分而已，是两分而已啊，还好。跳跳跳！我怎么觉得我们要25分大有可能啊？好球！哎呀，可惜又选错人，选的是你真。哇塞！江宁路了。哎呀！那你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怎么打手中都封得到？是啊，先把手中打受伤才行。刚刚是打到白带啊！加油！哇！哎，十一颗！哎，说我干得好！哎，不对啊，有两个人碰到，不能再冲碰撞，冲碰撞。
是成功的破坏了对面的机关。没错，好球！这个那个攻击真的很妙，他就很怕他跳起来冲击。好像说的对啊，反正球线比较长，然后球线比较长。球场是他们家的，你也觉得白带在笑吗？打到白带好超难听。对啊，我会跟你看的在笑的超。我发现，发现什么？发现。有什么一直在鸣笛啊？好吵啊！知道，一直想换球员。可是这个感觉就在比赛啊，这不是。你看还是机器拍照，没有比赛叫那个啥，还是那个什么半什么半小时的什么钟声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他们不是零三是八，太吵了。哇，这是刚举球，这很妙，眼睛还看旁边，他就是用眼神骗过对面的挡对啊。会有些举球像举的时候会稍微移动一下，对啊，可是他没有，他是一边举一边看场边，就是感觉很不一样，展现出他举球高超的技术。对啊，我可以不看就把球举出去哦。哇，真的，他真的都看莫名其妙的地方，没有在看球。哦，他说他以前练习的时候，学长就是叫他算什么两位数成长。没有没有。算完回答完才能举球，这球飘抛出来就喊起身起来，然后回答了再把球举起来。果然是物理系列的方式。对啊，是要算系列，怎么这种方法？有人会做，但是不会做那么数学。我们现在是几个人，就对面站一个，然后三比四。我要喊说，然后举球员举那球之前你要喊那个是多少的，就证明真的很多。然后物理系又更加进步好。成功率也蛮高的吧，应该至少有20%。你只要有，所以我觉得看比较难，因为其实你盯着球，那你光乱猜也是20%命中。啊，是啊，那可以进化两只手啊。哦，要难一点，要不要可以用单手比二进二之类的？我来补贴啦。补贴。好，对方网子参与攻击，因为打开这个白这个网带超软的，这个不灵的冲动，六打七真打得赢。我们要一个人发出两个人的实力，我们就可以用12-7取胜。所以对方裁判是对方的真战，加我们还是12个人比较多，也是12-8，所以也要这边是一年这边一年在正常性，好像不知道是哪个人都办得起，哎呀差一点的，然后这个角度看的完全就是出戏。这是火力全开，打后排也要换边，这不是吗？好球，好球！耶！呀，洪世安火力全开，听起来是这个电影的那个名字。追求实在是赞。可惜他已经订婚了。怎么了？你要介绍人给他吗？也不是，他不介绍给我好吗？啊，真的吗？你对这个很兴趣。啊，这谁？真神。不是我，哦，我白哥，你要介绍女生给他认识啦，叫他不如介绍给我啊，不然他去也可以啊。在我们的当家小生就没了，现在就不是。我们还有阿庆呢，阿庆啊，对哦，新一代黄金单身派啊，4月就离开了啊，撑不住。我知道他只要在这个月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认识一个美国人，然后结婚，哦，没有问题，迎刃而解啊，是啊，没错。那不然你看明年怎么吸引前面进来参加排球队的男的啊？靠着当家小生。对啊，我们连当家花旦也没有了，怎么吸引到学弟来？对，今年我乱也没有来，没救了。跟明年接着来着啊！这是啊，许佩君，人吃错药了，儿子吃错药。前 AU 选手表现。逐渐第一名市场，对啊，大家都太早起来了。那我刚第一场上阵，我觉得我有点没有睡醒，是吧？哎呀，哎，应该不是搭火车过来的吧？没有，他们搭爆了。哦，输了耶。
不知道几比几了，他结论就是我们输了，哭哭。大家明年再见。这时候记者要近距离采访。更需要。队长，你要发表一下感言吗？OK 的。发表一下感言吧。输了。输了起来。我 S 绿有待加强。打牌打回来吗？神雕侠侣发表一下意见吧。我是杨过。要不要把这只手砍掉？这个嘿，有输有赢。真的耶。他说小台本没有比他大，不能当小王子。别那么计较。好了，那大家明年再见啦，拜拜。